外包四。你累了，不嗯，想那再那继那续啥那听啥你那讲啥，解了。不怪那啥，这天下还再有试谁？试。这一天，真情昭然好于事，摄政贼以威。两仪生四相，四相冷冷面丧情。八卦还是可以的。杀！这边看一下张升华，肯定不会阵亡的。自己手上还有个株连帝和，还有两个草格，张升华老坚挺了。步步为营。这想想周瑜啥事也没干，我天哪，就这么凉了。摄政贼以威，怕死。带杀。宴会西去，其乐融融。演戏没有拿，没有拿对，不过没有关系。这边酒也是很重要的，再救。
冰凉寸断。好想玩王元吉啊。妾身慧眼已看透太多，随机应变，谋国窃权，就是选不到，很尴尬，只能打人机自己玩一下。反正晋国五将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王元吉吧。司马师我都没有那么喜欢，因为我司马师还是很强啦，司马师确实很强，一拳超人嘛。司马师的那个爆发在那个国战里面实在太可怕了，但是我个人是更皮，就我的喜好，不说强度，就是我的喜好，我还是更喜欢像王元姬这种排差拉特别大的。好，这边是来到第三把。的话，因为郭嘉本身就卖了蛮多血的，他手上有可能自己有九套。其次是你给他打了的话，其次是你给他救了的话，对吧？如果他变成你的敌对方了，暂时是盟友。如果他变成你的敌对方了，他如果要翻面你，那是很讨厌的。因为姜维是一个回合内的将，他回合内还是挺不错的，虽然说节奏慢点，但是还是能干不少事儿的。哦，这边选择放弃队友，这个是对的。这边是选择放弃队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丞相未尽之业，就是所以说，像这种就没有什么救的必要，说实话，你救了会比较麻烦。我还行吧，这个郭嘉自己手上也没有掏出什么桃子来，没有继续回状态。这边九杀，再杀。哦，这边是一个周泰副将，是啥呢？一直也不亮。孙坚这边杀一刀，再杀一刀，决斗再杀一刀，关心。
这边他关心其实是，这边关心其实有问题的，这边关心应该怎么关，要沙闪直接拿手里，因为你沙闪拿手里的话，你挑衅他你就不怕了，就是哦，就是那个桃子的沙闪和那张闪拿在手里，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挑衅他，对吧，挑衅他把他手上那张牌下掉，然后再去杀他一刀，因为他如果手上身上杀的话你就会比较难受嘛，你挑衅的话如果你手上没有闪就会掉血，如果你有闪的话，如果你那个只有一张那个杀闪的话呢，那你接下来又不好操作，然后你下一轮牌又被他阴魂掉，所以那波关系我个人是建议就直接拿那一张杀闪和另外一张闪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啦，感谢大家观看的支持，记得给我三连哦，比心。